我的天哪，就是这种圆脸型太适合个性短发了，特别时尚年轻有活力，建议收藏。小年轻多少岁啊？要18岁。18岁要不哪找对象啊、哎、是吧？啊，这谁能把自己家出去呗？这男人一看就得跑，就你现在这发型。妈的，凭什么没人约我呀？这发型剪完了我让他有点活力，行吗？走，让他时尚年轻一点，对吧？对。再说那，我走那发型，我也看着太沉闷。嗯，显得也不年轻。头都走了，要不得了啊，是吧？没事，你就剪吧。反正你给我整好看了，整好看，不整好看你不走了。你咋还没嫁出去呢？没有啊，你不能整个发型我都嫁出去了，你得给我整一个能嫁出去的发型。对，没劲儿的。这回得让你看着能看上我呀，对呗？这回整完了，男的得闻风而来呀。我起码我这18岁能那20多岁能走的，真是50岁老头子也能驾驭了。对，都得充实的那种，你得给我整一个这儿。那啥，哎，这脚两脚都感觉挺都简直挺好看嘞。那肯定，我去洗头去，可才刚刚开始呢，我感觉还是短头发适合你，是吧？我的，以后我跟你说，这辈子我也不留长头发了，我往后的余生都得找你剪头发的了，对不对？这么多年那个没找对象，你说都是因为挑？不是啊，嗯，哎呀，我都自己过惯了。我跟你这么说吧，嗯，他们那个天天回家给老爷们洗洗涮涮，弄孩子收拾家务的，嗯，1年多也白留了。我都没，其实啊，我都是不是说那啥，嗯，那时候啊，我不是。总爱夹头发，头发有点损伤皮眼沟。嗯，但是呢，我都这么想，我都在不夹头发，我戴个你给我剪短了，我戴个发卡也特好看，你知道吧？嗯，我也还是长头发与我无缘。胖脸也不是盖着的，是吧？就是不是说盖不盖的，就是说他不那啥，那不好看，那不显年轻。该露色也露点啊，好不？我就想让他有点青春活力吧，也得也。对，你进来的时候真是一点青春活力都没有，是吧？太辛苦了，这头发。剪完这发型子中了啊、哦，都让你蹦起来呀！蹦不蹦的感觉是那啥的，就是说不好看，不时尚。嗯，对。只能说中长发不适合你。嗯。在别人身上吧，或许好看点，咱李脑瓜子上整完了跟劲儿那似的。对，都跟那个衣裳，你是自己的衣裳，你穿着好看；你不是自己的衣裳，你穿着都像偷来的。是，发现你还是适合短头发。嗯，更不心疼是吧？不心疼，心疼啥呀？能让我变年轻了，我还心疼那个？哎，这头发你不是天天都总长啊？别老是长的，你又不是钱花了还没了，还可以再挣了，何况头发的嘛，天天的睡觉不长头发。剪个短头发不容易啊。对呀、啊、呀。不好剪呗。你说剪顺了还中，剪丑了咋办呢？能不能找你来了吗？你这咋的？别人不敢找啊，找了怕就那啥毁了，不敢剪。影响的，你就是一个被发型影响的美女。哦，我说那个那啥，往后遇上你这个剪头耐多少钱，长了多少钱，长多少钱，我也得剪。嗯，钱是身外之物。你别不干了，都中。你不干我追你家去。那有啥准儿？我追你家是找你找去。哎呀，这立马就伸多了。你啊，中长发就没有自个儿的小特点，是吧？不是，都是说，哎呀，也许我这个那、这个年龄啊，嗯，不适合留长头发了。而且呢，剪完短头发还是比较那啥的，不听别人说那个，看你留长头发好看，挺那个，他愿意留他的，他留去。短发显得整个人比较有活力。状态比较好，是吧？不，你哪个年龄段适合哪个年龄段发型，你知道吧？对，感觉怎么样？特别好，特别好啊！嗯，特别好，点个赞。